好嘞，哎，姐妹呀，吃了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吧？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呀？起来。我不跟你说对不起了吗？吃东西。谁让你吃的？吃。滚呀！谁做的？你知道你是老板，记住，他是老板。滚蛋！啊，你是谁？要对不起。主管，他是老板。啊，我还是老板呢，滚蛋！我记住。对不起，要警察有啥用啊？啊？记住。你知道你撞到我吗？啊？我不跟你说对不起了吗？对不起。老板，来起来，滚！你给我滚蛋，起来。你太过分了吗？你？我太过分。你给我站好！有啥用啊？那警察有啥用？站好！你给我站好！我问你俩是谁呀、啊？我俩是谁？我俩，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你们俩？老板，还是老板？我去你大爷！你还打他？我打他咋了？你知道这个在公司，我就是天。他说了算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天。啊啊！我知道了，我早就听说公司来一个嚣张跋扈的主管，就是你，是不是？啊！还敢打我？是不是你啊？还敢打我？你还跟我动手？哎、你还跟我动手？你、啊？你还动手？保安没有保安？保安没用啊！我跟你说，还怎么了？保安，行，你给我放手，放手！我放手，好男不给你动，你起来，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以后见着我绕着走，懂不懂？我记住你了，你记住啊！我问问你，谁把你找进来的？谁？我表哥油厂长啊，小油，很牛的，小油是吧？小油是你叫的，还打我？小油是你叫的，我告诉你、啊，小油是你叫的。一会儿你带着你那嚣张跋扈的表哥去我办公室，你告诉他老板给他升职加薪，听见没有？你还有办公室？你太过分了，小吹牛了。我等着，你俩都等着你啊！滚蛋，滚蛋，你过来，快！过来，主管他真的是老板啊！他撞我，打我，你没看到吗？看到了是吧？看着你还不老实，看着还闹梗，看着还不帮忙。错了，罚款，钱呢？老板，我还养八个孩子呢。八个？你是老母猪啊？你养八个？你老母猪啊？以后啊，看到我被欺负啊，就要去帮忙，听到没？老实点。好看啊！下个月及时到我办公室啊。我看你长得也不错，晚上去我办公室吧。是，嗯，晚上啊，8点等我。走，干嘛？唱歌去。走，已经断班了。真是太过分了，敢欺负到我头上，尤厂长是吗？哼。喂，小尤，你赶紧带着那嚣张跋扈的表弟来我办公室，快点啊！气死我了，老板，我不想干了，这个月干完我就走了啊。我这刚发的工资又被那个主管抢走了，又被他抢走了。对，每回都抢我，每次一分钱都不留给我。就是刚才那个主管是不是？对，我看他把你打了，我帮你说话，他还把我也打了呢。你看你也打了，打的都青一块紫一块。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一会儿叫尤厂长，他俩一块过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，真是太过分了。老板，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，就是。你不是当时招我们来的时候说每个月公司都有福利品吗？对呀、啊，每个月都有啊。我都来32个月了，一个次都没收到。你一回都没收到过？嗯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月的福利就是这个洗衣粉呀，我都已经让他发下去了。哦，这个紫色的，这个我知道。前两天我正好半夜出来上厕所，好像看到那个厂长他带着那个主管，叫了10多个大汉搬那个东西，搬到车上拉了3大卡车呢，好像拉出去卖了，他们都换新房子了呢。拉出去卖了？嗯。居然用你们的福利去中饱私囊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嗯、哎呦，这是你带的吗？这也是你带的啊？谁让你这样上这儿来了？是不是？谁让你上这儿来了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啊！老板，表哥，就是他欺负我。老板，啥老板？老板不是个男的吗？还不信是不是？刚从泰国回来。哎呀，这干啥呢？老板，这就是你招来的人啊？不懂什么阿猫阿狗的都往这招。老板，你真帅，年龄小，年龄小，看妞就来气。大学生，有学问，海归。海归，我看他像个乌龟，还海归。你干嘛？你还欺负他？都是高装，都是自家人，都是自家人。自家人，我跟你说，公司一大半人都是你们家的吧？啊，七大姑八大姨的，七老八十都往这给我招。保安部也是我二舅妈。给我起开你！哎呀，这不是我问问你，自家人好管理。小薇的工资怎么回事啊？小薇工资发了呀？刚发的工。
工资，被他克扣的一分都不剩，人家要不干了。你怎么又扣人家？哎呦，表哥，你还真打我！不是，就不是惩戒一下吗？钱不是都给你了？惩戒一下？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拿着鸡毛当令箭的？哎呀，是你指使的吧？不是，小小惩戒一下。小小我表哥撑腰，谁敢呢？滚！给我滚！少点说多，还有啊，但是有余。我问问你，公司的福利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好多员工没收到？福利都发了呀，我高管发了。你再说一遍。等会儿。这个东西啊，老板，我见过。你见过是吗？这东西老好卖了，真的。老好卖了啊？卖哪儿去了？我表哥卖的山东大凉山去了，一拉了两车到半路，老农民直接买走了。直接买走了啊？好像卖了好多钱啊，表哥。表哥，滚！哎、不少钱是吗？啊，准备给我买车了。准备给你买车？嗯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他欺负我，老板。这种人说说怎么回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大姨夫那天来了，他刚好公司新发布新品，他拿回去用还挺好，说左邻右舍都想要，那我心说就买点呗，买点我就把员工福利拿回去给他卖。卖了挺好卖，2万多单，600多万。哎呀，2万单卖600万。表哥，你不是说300万吗？你把嘴给我闭。你俩还分赃不均是不是啊？没有了，表哥你太……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，滚，赶紧滚，给我滚蛋。啊，我走。你卖了多少钱一桶啊？卖了600多万。这个小桶的我卖299，大桶的卖399。什么？你不但拿着我公司的福利去中饱私囊啊，你私下倒卖就算了，你还翻那么高的价格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良心哪儿去了？不是老板，这是个商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不赚是个商机，到时候你又不是没钱，我是怕得给你发点奖金奖励奖励你啊。行啊，臭不要脸的一天，我现在不想听你太多废话啊。现在一共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把小薇的工资双倍的补偿给她，再的赔礼道歉，能不能做到？不是，那双倍，行行吗？行。第二件事，把这个洗衣粉卖出的钱，多卖出的钱，挨家挨户的去给他们送去，再赔礼道歉，挨家挨户的，听见没有？这可是几万单，我咋去找啊？山东那么远，还是大凉山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已经触犯法律了，知不知道？这不好找啊，你一时半会儿，我找个地方，赶紧去，让你吃几天免费的饭吗？我一会儿吩咐下去了，下面人我们都去找，能找是不是？能找。还有啊，一会儿你带着你那嚣张跋扈的表弟去财务结账，给我走人，听见没有？开除他是吧？我马上就去办。你也开除？不是老板，咱俩这么多年关系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不是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上面，我早就给你送进去了。滚，赶紧